放假了，放了五天。现在呢，我们国内应该是很多都是放五天的啊，不知道其他地区有没有放假。好像马来西亚的话，好像是四月份已经放了一个小长假了，有放小半个月，是不是？不知道你们五一有没有放假的？还有台湾地区的话，不知道有没有五一啊？这个不太了解。知道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打一打。最近，现在五一了，我们是要搞点什么挑战的？要不我们挑战这个户外过夜怎么样？可以，你觉得能不能？你敢不敢？这不跟家里一样吗？这里跟家里一样，差不多，换个背景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看一下是不是跟家里面一样啊？看一下我们五一要去哪里玩呢？来露营烧烤。你看这个风景还可以吧，人还是挺多的啊。我们看一下那里，挺多人的，因为刚刚下了一场雨，所以好多人都走了。我们看一下隔壁这个，哇，搞得这个灯这么漂亮。然后我们先吃，先吃烧烤。西西把它拿下来，看一下我们这里有什么吃的。哇，虾、牛肉、鸡翅、韭菜。十分钟应该可以了。哎，这里十分钟，好多好多东西哦。乐乐，你饿了没有？可以吃一下这个凉拌的。吃过了。看一下我们今天一起来玩的都有谁呢？都是我的堂姐阿芳。哇，还有你耶。嘟嘟，那你怎么不早说有个充电宝？这个是钟琪。打个招呼。我操你怎么搞？哎呀，这个是国情烤鸡翅。你们两个吃饱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，可以吃。还有鸡翅，来，好吃。这个烤鸡翅超级香。看一下，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啊。牛肉串吃完了，都吃的差不多了。宝宝烤完去。还有这么多。你们知不知道今天晚上的挑战是什么吗？知道，睡觉。是有点冷，很冷，看到没有？大家看那个风，呜呜声啊！但是我们的被子拿了不多，就拿了一个毯子啊，看能不能熬得过。我们的西西来搭帐篷钉一钉这个钉子啊！哇，这个风啊，我感觉我们的帐篷要被风吹走了。我们钉子只剩下两个了，不见了。在这里钉一个钉子啊。OK， 钉好，只能钉两个钉子。看一下我们隔壁这家搞得氛围多好。现在我们这几个小朋友在这里干嘛？开挂，这是因为我妈。你们在干嘛呀？我给开局秒杀了。秒杀了。在玩三国杀是吗？我用局，超级大的风。OK， 我们帐篷已经非常的稳了啊，稳如泰山。就是你看哪里都是黑的，隔壁呢那里有好几户人家都是在那里露营过夜的啊。你看我跟西西乐乐，住这里，他同学住在这里。爸爸把水车上啊，这东西我们都已经收拾好了，现在就开始睡了。其实都已经睡了，这乐乐家伙呢还在这里玩手机。看一下我们这个内部的环境就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垫一层毯子，再盖一个空调被。乐乐小朋友还在这里玩手机，这个风还是挺大的啊。然后我们旁边还是很多人在这里露营的，你们看一下啊。现在已经马上要11点了，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睡觉了啊！看哪里都是黑黑的，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环境是什么样的。你看，11点了，但是隔壁的那个还是很热闹的，我们就睡了啊。觉得我们这个挑战难度应该不大啊！啊，我们睡了，现在。姥姥睡觉了，晚安。The next day， 哎呀，大
家都起来了。嗯，起床啦，起床啦。乐乐，你穿个短裤，今天早上起来有点凉哟。这个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住的地方。他们三个又跑去那里水边玩水了，好冷啊！哎呀，我觉得乐乐可能会冷。这个风景还可以吧？看他们要打水漂了。乐乐，冷不？哇，你这个打水漂，这个打就打水漂吗？对，这个风更吹起来更冷。大家都在这里吃早餐了啊，我们还在饿着肚子。他们三个怎么跑到水里面去了？上来呀，没衣服换呢、哦、还跑到水里面去捡这么多石头啊，不够你捡吗？老水坝傻了，准备收拾一下残局，我们就撤了啊，帐篷收好，垃圾收好，等一下会收拾好，凳子收走，收帐篷了，看一下西西会不会收。你不会收，哎，我来吧。今晚算吗？你要这里的话，也有这里往下熬啊。收拾收拾，凳子也收拾好啊！你看，西西非常勤快的这里收拾东西啊。我们再看一下乐乐小朋友在这里玩手机，没有他玩，没有啊。哎，来乐乐，发扬一下你勤快的精神啊！放东西放在车上，放不下，那是没放好，把它放好哎。现在就在这里收拾垃圾，已经收拾干净了啊，等一下会把那个拿走。星星，你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？睡得好不？一闭眼你睡得可真好啊。乐乐，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？小朋友都睡得挺好，我就帮他们晚上盖了一个晚上的被子，特别是乐乐啊，踢了一个晚上的被子，太惨了。